全球风势足，就连饭店也要来餐饮咖了。除了是有超大荧幕的转播，还有呢把八国特色的鸡翅端上桌，猜中的冠军可以抽住房间。另外有百货公司搭上了世足热潮，球衣美食优惠多多。鸡肉下锅油炸，酥脆外皮喷香，炸鸡、煎饼等韩式料理，百货里买气正夯。因为世足南韩 PK 乌拉圭，许多球迷期待南韩能逆风翻盘。什么都有可能。韩系的这个餐厅的一个定位来看，其实我们在定位是几乎全满的，所以我想这也反映到顾客应该也是对于他们自己喜欢的队伍也是非常热情的支持。餐厅端出经典韩式餐，要让球迷边吃边看大荧幕。不过另一头，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搭上世足热潮也拼了，以八个国家队代表打造出八款特色鸡翅料理，巴西酸辣够劲，法国用香料炖煮入味，支持哪一队就吃哪一位。但近期赛事频频爆冷门，首场各获胜的日本跟沙国都不在菜单中，业者也考虑增加更多国料理。主厨私心觉得可能还不错，当然也是随着赛事越来越热门呢，我们也会考虑，比如说可能某一些菜色是我们当初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那我们也会在之中去加一个加码。香酥鱿鱼、薯条更是球赛必备，但台北万豪酒店更端出招牌半筋半肉牛肉面，还有卤味拼盘，要让球迷吃饱饱，以满满活力为球队加油。餐厅做了加码营业到凌晨的2点钟，那期间呢，客人除了可以享用美食之外，那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冠军预测活动。万豪祭出超大荧幕转播拼盘来比拼，台北远东香格里拉的特色鸡翅，猜中冠军还能抽住房。另外，台北喜来登还有期间限定特餐，古巴三明治、松露薯条、鸡翅，异国风十足。足球狂热夜，球迷也疯狂，业者出奇招，炒热商机。记者江晨俊、刘玉轩台北送报道。